我轻轻地唱着，你静静地听着，我知道你回忆的场景变换着。秋天也过去了，都无法绽放了，你用最后的美安慰我，春天会再来，还要听我唱歌，听我唱歌。再看看生命中围着我盛开的鲜艳的那些花，我怎么能亏欠了它呀呀。我要迎着袭来的风雪，默默地陪伴着坚韧的他，无畏的骄傲呀呀呀。再看看生命中围着我盛开的鲜艳的那些花，我怎么能亏欠了他呀呀。我要迎着袭来的风雪，默默地陪伴着坚韧的他，我为他骄傲呀呀呀。这丫头真是可怜呐。我只是想要问你，我该怎么弥补？我不想看到他伤心。要是能弥补的话，我早就弥补了。这日子没法重新来过。念着你的名字，言不尽潮湿。是否我的注视太迟，将误了你的好事？告诉我这种关系怎么维持？像我这样的人太多是可以忍，等你唱到黄昏又熬到凌晨，因为你才相信缘分，才相信爱情可真，才想要那种温暖在每个夜深。离婚协议看了吗？看了。如果没什么问题就签字吧。你不用跟你的父母说一声吗？不用了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自个儿能决定。我自己的人生该怎么选择我自己知道。乔乔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其实挺自私的？每个人不是为自己活着呢？你觉得你爱别人就无私了吗？你爱别人，别人才会爱你，不过就是交换吧。你对我好，希望我开心，然后你就开心了。最终我还是为了你自己开心吗？好吧，我同意离婚。不过说句实话，乔乔，我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咱们相爱过一场，也结过婚，我不会什么东西都不给你，就让你这样走出去。我不要，你愿意给那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你要是愿意给我，我也愿意接着。在你眼里，我不一直就是一个自私的人？那离婚以后你去哪儿了？继续跟婷婷一块儿。你真的想当演员？如果机缘好的话，为什么不呢？我觉得吧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清勇，我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还是一点都不了解我。你放心吧，我是绝对不会潜规则的，那种事儿我也看得多了。我觉得那不是人过的生活，
和你分开以后，我还是会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有爱有尊严的活着。像我这样的男人，只有我才会认真。我失恋伤心的时候，最能懂你的人。别像我这样的男人，他爱得如此专心。啦啦啦，啦啦啦。哎，说一个事儿啊，最近大家伙干的可不错，我打算发奖金奖励你们，好不好？好，都给我努力啊，背的给我刷干净了啊。嘴馋了，想喝爱尔兰了。不用了。啊，怎么了？这是几个意思呀？这是我送给你和你太太的礼物。我就要回美国了，所以过来谢谢你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，我会永远记在心里的。程程，我其实……秦丽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也觉得我自己挺傻的，这段时间我好好的反省了一下我自己，我觉得把握不住一个男人的心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怨不得别人。你别那么伤感行吗？我就是想要来谢谢你，真心的感谢你和你太太对我的帮助。那以后你就好好做生意，好好过日子。雁往南飞，风往北吹，我还以为不会为你流泪。等等，船长。这个咖啡杯收下。还有谁会记得谁？谢谢。明天几点的飞机？明天中午。多喝水，多穿衣服，别冻腿。在外面一个人不容易，委屈了就回来。我这儿永远有你陪着。其实也不一定需要人陪。雁往南飞，风往北吹，我还以为不会为你流泪。飞越了桑田沧海，洒下一地伤痕。是，我放了一杯水，里头搁了一颗安定。
我想让他睡个觉，明天早上一醒，这就是个梦。希望你可以幸福，文辉。我以前做过很多错事，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。别说这些。那我们还能是朋友吗？当然了。你一个人在外面，要保重自己身体，啊。嗯。你们也多保重。文辉。你有没有为我的执着心疼过？当然有。那我就知足了。我走了。
总，您的签证办好了，机票也定了。好，谢谢。还有，刚刚文总监找过你，他让我转告你。我知道了。嗯。文辉，我想找你谈谈。小月是个好女孩，你们两个很合适。我们两个很合适，什么意思？你是已经做好心理准备，把我当礼品一样让给你女儿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希望你能够理解。我理解你，你是个好妈妈，你爱自己的女儿。你对自己女儿的感情很深很好，你宁愿自己痛苦，也要让女儿幸福，是吗？对，我非常爱她，我爱她胜过爱自己的生命，我愿意为她牺牲自己的一切，换取她的幸福。你愿为她牺牲一切换取她的幸福，那么我告诉你，我也愿意为你牺牲一切换取你的幸福。我知道你爱你的女儿，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以为你退出了，我就能接受你的女儿吗？我爱的是你啊！你把我的感情想得也太廉价了。我没有别的不求，我只希望能够跟你普普通通的过日子，和你在一起。可你呢？你连这种面对普通生活的勇气都没有。姐。你终于起来了！哎呀，你可算起来！你不知道我多担心你。你没事了吗？我想好了，我不能再让爱我的人替我担心了。那你怎么打算的？没什么打算呀，就当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吧。虽然他是第一个让我心动的人。那你真打算放弃了？佳慧，你还记得我妈要跟我爸复婚那段时间吗？嗯。当时呀，我真的特别难受，巴不得替我妈去难受。不过现在好了呀，我爸他结婚了，我妈她也想开了。我原来就劝我妈赶紧再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，这样她就能幸福地度过下半辈子了。可她顾虑总是特别多，怕别人是图她的钱，又不想随便找个人将就。不过现在好了，她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了，我该替她高兴才对。那你呢？你喜欢上一个人多不容易啊。不一样，我妈她离过婚，年纪又大了。可我还年轻呀，我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再说了，如果我抢走我妈爱的人，就算是我和我爱的人在一起了，我妈她不开心，我也不会幸福的。姐，你真伟大，简直就是光芒万丈。你一定会遇到你的 Mr. Right 的。走，你想吃什么？我请客。我现在要去找我妈。对不起我。
管是什么，只要你要，妈妈都会给你。妈妈希望你幸福，你幸福我才能幸福。爸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。我也是，妈妈也什么都不要，只要我的女儿。先结婚我才能结婚，你可得抓紧啊，不能耽误我。小月风波暂时告一段落，大家伙可以稍微松口气了。你们以为他都放下了吗？小月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他都是为了他的妈妈，根本就没有放下。妈，你看你急的，感情这种东西说不清楚，得随着时间慢慢的来，你得给小月时间，对吧？要我说啊，忘了这个文辉其实也很容易的。那小丫头片子还老插话。真的，你们没听过吗？忘掉一段感情的良药就是赶快开启一段新的。哎，这个有道理，我同意。哎呀，道理是有啊，这话说着也容易啊，但你说让小月找一个自己合适的，又喜欢小月，小月又喜欢他，许然呢？我也觉得是。我告诉你啊，许然一直还惦记着小月呢，而且现在是小月最需要求安慰的时候了。哎，我一直都觉得他们俩其实挺合适的，对吧？你觉着他俩合适有什么用啊？人家小月根本就不喜欢许然，我们不是使过劲儿吗？即使许然跟小月不谈恋爱，那他们也可以做朋友吧？让许然跟他聊个天儿，这样也免得小月胡思乱想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明天我就找何姐说说去。啊，你先别找了，我觉得咱甭费劲儿了。小月什么人，咱不知道吗？他是那种见一个喜欢一个那种主吗？不是啊，啊，这个刚没希望就找下一个，做不到的。三儿说的对，你们说人家小伙子凭什么呀？啊，我喜欢你的时候追呀追呀追呀，你压根不理我，啊，现在你放空了，再让我回过头来倒追你，哎，拉倒吧。妈，这个就是考验他对小月是否真心的时候了。如果他是真心喜欢小月，我相信他一定会这么做。如果他真能把小月从痛苦中捞出来，这人能托付，真的。哎，
依然走，天已经向后捉摸摸，别让记忆再伤着我。有些话似乎没说，别再怪我了，行吗？是你不怪你，亮了我犯的错。我知道我对不起小月，虽然也曾迷惘的自杀，都过去了。咱俩也真是，在一起的时候没见谁过得幸福，分开了也没见谁过得好。那说明啊，咱俩的人品都有问题。他只是一些画面，真情爱曾存在，算了吧，总有另一个人等待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既然小月已经放手，你最好你就别再惦记。遇到一个爱你的，你也爱的人，不容易。不可能，我如果跟文辉在一起，以后怎么面对小月？我已经这把年纪了，我做错过很多事情，我不想再做了。小月是我的命根子，要是没有她，我活着有什么意义？哎呀，你的心情啊，我特别能理解。当初啊，我想跟王娇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就特别自私的想，我都40多了。我能不能不考虑妈妈和女儿的感受，我就自己好好的活一回，任性的活一回，不行吗？可事实证明，我错了。这人呐，是永远摆脱不了亲情、社会和独立的生活生存。所以啊，自私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其实人一生出来就是受折磨和纠结的过程。那只是一些画面，证明爱曾存在，算了吧，总有另一个人等待。你知道吗？咱们还有想让咱们俩复婚的想法。你觉得经历了这么多，我们还有可能？我已经精疲力尽了，这辈子我都不想再见过。我也一样。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看到小月过得幸福，其他我不用想去了。不说了，我得回去了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不是想跟你一起回家吗？干嘛？怕我离家出走啊？这也不是。哎，放心吧，你们就这事儿已经过去了，我可没你们想的那么脆弱。这个我们当然知道啊，我姐那是谁啊？那是 Super Woman。回家。嗯。你吃这个。嗯。怎么都不说话呀？嗯，方老师，这鸡蛋还不错，这个真好吃。我觉得今天鱿鱼我发的有点硬，是吧？这个吃的有点。二爷鸡蛋炒太棒了。嗯，妈，这个是怎么做？你赶紧教我啊！刚学。要不我给大家讲个笑话吧？好啊，好，好。就是我们学校呢，有一次生物考试，然后呢，就是试卷里就有这样一道题，就是看鸟的腿来猜鸟的品种。这老师上课的时候讲过呀，说每个鸟的腿都不一样的，甚至你看鸟的腿就能知道鸟的种类。然后我们班就有个同学吧，他就怎么做都做不出来，然后就特别着急，一生气啪就把这试卷给撕了，就走出教室了。然后这个监考老师特没面子，说你干嘛呢？你回来，你哪个班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然后我们班这学生啪把自己的裤腿一搂，说你猜呀、啊，你猜，你猜，你猜呀、啊，机智，回答巧妙。你们这帮孩子世界我们不懂啊，就是猜鸟腿。啊，你都笑什么呀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听明白呀？姐就是
什么意思啊？这看鸟腿就是看人腿，那这你都不懂啊？看鸟腿就是看人腿。哦，慢了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慢了，什么意思？睡吧，明天我还上班呢。孩子，你是来跟我道别的吧？去吧，离开是暂时的，有时候也是必要的，什么也别想，好好的放松一下。文辉，我走了，希望几天后回来一切又恢复原来的样子，你还是那个刚来我公司帮助我度过难关的服装设计师，我还是那个整天忙得晕头转向的老板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感谢你这些日子以来对我的照顾和关怀，让我明白生命还是有许多感动，让我明白生活不只是为了挣钱。我会把你曾经给过我的一切都放在心底，我的女儿对我的宽容是我这生最难得最美丽的礼物，从今后她是我的一切，我的生命，我不会再伤害她了，请原谅，亲情和爱情我不能兼顾，所以我伤害了你。我不想伤害任何一个爱我的人，可我无从选择，你懂吗？轻轻地和随时无声地承诺，这夜温暖着我，我几乎难以抗拒，让泪水滑落。你可算出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吗？我喜欢你，没办法。我不喜欢你，我喜欢别人。我不喜欢别人，我只喜欢你。你这人怎么这么赖皮啊？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赖皮。这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。知道啊，如果一个人能谈的话，我干嘛找你？看你脸色。许然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和你谈的，永远都不会。干嘛说的这么绝对？
如果有一天你想跟我谈了，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说呢？你说什么呢？你现在可以不跟我谈恋爱，但是我们能不能够从朋友开始做起？我不喜欢随便交朋友。不随便，我是你小婶介绍的。你可真行。哎，这朵梅花送给你的。追女孩子就送这一枝花，你也太小气了吧。我这不是怕买多你不要吗？浪费。走吧，去吃好吃的吧。我不去。哎，秦小月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不想让你同事和同学看到我在这里跟你拉拉扯扯的话，你还是跟我去吧。谁跟你说我喜欢吃韩国料理的？小婶。天哪，你叫的还挺顺口的哈。那是我小婶，不是你小婶。没听会是。天哪。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已经听了你很多次“天哪”这个词了。但是我实在奇怪，怎么这世界上还有你这种人？不好吗？天。大小姐。不要再天哪地呀的了，好不好？赶紧吃吧，你肯定馋坏了。不要因为对面做事，我就放弃这么好的美食，不值得。来吧，吃吧。说的还有道理啊。当然有道理啊。哎哎哎！这是中国人的吃法，韩国人的吃法应该要包生菜。妈，啊，就像这样，对。是吧？就对了吗？啊。不想回家，这么晚了，不回家上哪儿啊？哎，想你了。那也没用，那也不好用，就是不想回家。妈呀，就等明年啊，等明年咱们年纪一到，就等你结婚，这样就可以天天在一块了。那还得一年呢，等不了了。那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我们俩都出人头地，那我们两家大人就都管不了我们了，我们还是可以天天在一块儿。所以说那个选秀，咱们还是要去。去去去！但是你们家这边比登记还难呢。去，走了。那要不这样，咱们跟老板请两天假，出去玩玩。这靠谱，这靠谱。去哪儿？去哪儿？你琢磨琢磨。也不能太远啊。北戴河。就这么定了，北戴河。哎，太帅！来，去。妈，你怎么还没睡呢？你不回来，我哪敢睡呀？哎，吃饭了吗？吃了，吃了。这不多余吗？我都答应你会天天回来，就肯定会回来的。不用这么手着着了。哎，你我妈是。我爸回来了吗？打了电话了，他不在回来的路上。哎，快别打了。看什么呢你？咱俩睡吧。多少年了吧？这新拍的，他刘涛多火呀。真打你啊！这是家庭暴力，你要报警的。他不喝酒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
他平时其实对我挺好的，就是一喝完酒就开始犯浑，然后等酒醒了以后就拼命的跟我道歉。其实他不喝就能瘦，对我还是挺好的。他有病啊他！啊，这是耍酒疯，你别让他喝了。说不听啊，出去吃完饭他就喝。 喝完以后就开始耍，耍完回来就开始打我，就开始打我。打完我以后他又后悔，然后十天八天的又可以不碰酒，我也总不能把他天天绑在家里不让他出门吧？你说对吧？这日子我是没办法过了。你说，这孩子还这么小，这该怎么好啊？要我说呀。 你就吓唬他，如果他再不戒酒，你就跟他离婚。没有，我吓唬过他，可是他清醒的时候说什么都不肯跟我离。算了，这么晚了，别哭了啊，赶紧回家吧。方翰，啊，谢谢你，让你看我笑话了。 哎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多想了，我怎么会看你笑话呢？但是我觉得，这件事不能迁就他，他会没完没了的。哎，你得有个说法啊！我知道，我也已经受够了，我现在真的是很发愁。要不，我送你回家吧。他清醒的时候，回家不会有危险吧？现在没事儿。 这十天八天的，他是不会再喝酒了。护原以爱，青岛黄海制药，呵护生命每一天。家上上下下全力拯救，不求大家。妈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说。我要去北戴河，大概两三天回来。干嘛去啊？ 这儿有个酒吧，让我过去唱歌。要不是为了振兴家业，我也不能让他。林凡也去啊？那肯定啊，我们是组合啊。咱们向族人交代啊！切，妈，别这样，我都多大了，难不成你把我绑床上了？哎呀，我倒真想把你绑床上。跟你说实话啊。 我就没看上林凡，你瞧得上瞧不上，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瞧得上。他有什么好的呀？中国人长得不像中国人，外国人长得不像外国人。除了会弹了吉他，会唱个歌，你说他会什么呀？将来怎么养老婆孩子呀？你嫁给他，你等着受罪。不愿意。我不愿意。你看看人许然，啊，多好啊，长得好，工作好。 就算是吧，就算过去了吧，看来真得面对这种变化。
去好了，至少我们爱过，该满足了。就算是吧，就算过去了吧，看来真的面对这种变化。就算是吧，就算过去好了，至少我们爱过，该满足了。就算是吧，就算过去好了，至少我们爱过，该满足了。